小林玩具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戳戳戳戳戳，灭鼠先锋真是太好玩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叽里呱啦，我是灭鼠先锋自动售货机，投入钱的话就会给你灭鼠先锋。钱？我没有钱啊。哈哈哈，那就给我你拿在手里的东西吧，我给你换别的。这可是我的宝贝啊，一定要给我换一个好一点的东西。这个好像还不错。这个声音听起来好耳熟啊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啊，原来是灭鼠先锋耳环哎。哇，售货机能不能再拿出来一点啊，这个太小了。那你就把钱放进来吧。啊，我真的没有钱了。不过等着，好吧，这次来给你做个好东西吧。这次真的要给你个好东西喽！叽里呱啦，接收完毕，给你。哇，是帽子哎，快戴上试试。无聊的时候还可以摁着玩儿。这个帽子我还是很喜欢的。对了，这个也是我喜欢的玩具，也帮我换一下吧。这个还不错啊，那再给我一个吧。那可是我的宝贝玩具啊。那这个也给你吧。叽里呱啦，好吧，给你换一个吧。给你，是拖鞋，正好去海边的时候就可以用了。那我再抽一个吧。再给我一点。这不是手吗？叽里呱啦，这不是手，我是机器。这也太奇怪了吧。你等我一下。我应该不知道是我吧。这可是我全部的零花钱了，这次一定要给我一个超好的东西哦。哟吼，真不错，来给你一个好东西，稍等一下。好了没有啊？叽里呱啦，因为是纯手工制作，所以需要一点时间。是纯手工制作，我的朋友小趴他也特别厉害呢。叽里呱啦，完成了。哇，这是用灭鼠先锋做的包包吗？好漂亮呀，这里还有饮料杯。谢谢你啊，夏天出去玩用的东西都有了。天气这么热，你一定很辛苦了。拜拜。啊，好帅啊！售货机可真辛苦啊。终于赚到了钱，我也可以去度假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朋友们去度假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提前准备好物品哦。拜拜。